紧致的肌肉随着呼吸起伏，如同猎豹一般。请握过我的手心，都别了人世。郑小恩，你现在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做正常的女人，有点羞耻心，行李拿了就走；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把迪士尼进行到底，别人排队排三小时还不一定能参与的新世界就在你眼前。热气蒸腾中，一个浑身散发冰冷气息的男人身影背光而立，紧致的肌肉随着呼吸起伏，如同猎豹一般。我再也不会抗议作者写猎豹了，老虎跟熊猫算什么？这种肌肉线条，这种爆发力，就是猎豹。不是说了我房间不能进来？谁让你跪的？啊！你以为你跪下我就原谅你？给我起来！我跪的不是你，是亚当·史密斯。你，西西，西，谁让你长那么帅？气质这么好，肌肉练得这么棒，身材比你那么好，腿那么长，连手指头都比别人漂亮。我问你，如果是你，你看不看？爸妈先给我的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小恩，你没事吧？有什么没？你的。看到你没事，什么伤都不痛。你的手还是一样温暖。记得你答应过我的。只要我伸手就能摸到你，这是你能离我最远的距离。我摸得到，碰到，感觉到，从头到尾都是司徒傲然，不是别人。不是贺天行，是你。我喜欢的就是你，司徒傲然。你不是任何人的替代品，你独一无二，没人能知道。
被你丛林里的身影，我看见的全都是你。街灯等待黄昏，守候下个清晨，没什么是不可能的，就算没有人是完美的。握过我的手心，都别了人世。